看到了。孩子不放心，管理了，换个地方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进来，老公。直接下手，我吃西瓜。这面特意给你做的，你不吃啊？不是，我吃西瓜就行。那好吧。也会要给过他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吃顿好的，先吃点零食垫垫肚子。你这都给我吃完了呀，你小心。媳妇儿，这麻花什么做的呀？怎么是绿色的呢？这个呀，是菠菜小麻花。这满满一大箱啊，50包才个位数。它呀是富含菠菜原汁，吃起来咸香酥脆，真的是越嚼越香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哇哦！这五包多给我存点。放心吧，我已经都给你存好了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吃饱了，吃点水果。嗯，哪呢？做什么干净了呢？我看你是放在西锅里了。我什么时候说放西锅里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呀，今天自己做饭吃了？那是，这不上你当了。真香，哎呀。来一个不？啥一套？不吃。给我老实。不来。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老公，我吃饭了。你能不能小点声？现在聊这粗了，粗了就进去了，越粗越香。
真香，哎呀。吃点鸡爪。媳妇今天不说啊，明天我吃了二百半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呀，今天差硬的有鸡爪子。还是试探一下保险。来鸡爪，说鸡爪。没喝完呢。我来喂你个鸡爪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来，啊，真香，哎呀。我喝汤，今天汤可好喝了。不容易。